很拼，对。一届就开始了，然后那个晚上去上晚自习，早上就去体育馆跳操馆，然后报那种游泳班，然后现在就已经开始，但是来那个复旦的那个辩论队，还在准备去体育馆。他就是那种很火的标准，就一进来就知道要努力。这是那段
啊，比你也不要太。我们因为以前暑期转移就政府开始不搞这样子的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所以我上次问今天的，我说就是以前我们学校不是人事处下面谁是谁管的，我说那主要是一些什么服务，那不算呀，只是发展金融关系，上面都是收钱。还有别生活呀，政策生活，你看不是，你这别生活呀。我接走了。真远、啊、
溜冰鞋嘞，我们还有溜冰鞋的，对吧？你在打水。
你踩住我这水不是把它慢吗？